用自己试试。来哦，我们今天挑战第二次卫冕，出赛。白皮，白皮。哎，哇塞！白皮。哎呦，哎。不行，摸哪里？摸哪里？摸下面好不好？国贤哥坐在林丹旁边，他很开心，他一直在那边很爽。主要是因为很久没看到看过那个可爱的，没什么，很久没看过可爱的女生，没看过，对，没看过。右手不要上去，一只手，球桶，球桶，我要碰啊，碰看看就碰啊，没有人会拦你，碰啊，这样子嘛，不要碰到我都没人拦你，西风碰啊，你也碰啊，对。很明显吧？很明显，他我在抓喽。你抓，你抓看看。难。OK。碰碰碰。大角度。我没有哎。你看人家碰。我看人家碰。不是林丹，你要打一些形状。五条。五条。要给你吃，你要吃是不是？啊，不然我吃你。什么牌啊？你的牌啊？一万。很好。东风三缺一。是我们艺人要走，还是我们的庶民要走？西风，八筒，碰一个，哎呦，换我来碰哦。第二张，第二张，刚摸到，不好意思哈。九条，吃。啊，我打错了，没事。你好烦，不行。空中，耶！福贤哥那里在爽吃，你在爽什么？突然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啊！这吃了什么？吃了什么？是不是有味道？吃你八条，吃你八条，有！不是说你在我面前我很开心吗？你我就爽不停，不停的开心。我是被爽。福贤哥这样荧幕当中播出来，你感觉会很变态。发财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不是我祝他一条，连未名者上家有点紧张。你紧张你自己就好了。二万，碰，啊，哎呦，天哪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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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二筒，他真的退，对啊，退很好。对呀，我呀，通常都是这样子啊，会一直当我们的未名者的，一定他有他的那个腿很好，哎，运气很好，麻将就打个苦，加油，林丹加油！好好好，我加油，谢谢你。怎么办？看你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不是？我这个九万，九万，九万，你这样可以把牌推出来一点。哦，四花，五筒，碰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刚才是想倒牌是不是？你应该没有吃吧？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吃的。四筒，对家我也欣赏的。蛮帅的，OK 的，这样好。九条，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好，我认真。认真看一下。你有要吃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好好好，并没有，暂时并没有。一万。该不太……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要糊了是不是？他你在摸，他你在摸，要注意点，看看。你别碰啊。三条。碰你又碰的哦，一条吗？对，碰，吓死人了。过来，好，就是要碰你，还不用手，来二条，碰，哎喂，哎，你还没，哎，你没杀没条啊，来倒下来。所以呢，一花还有庄家两台，马国贤扣七百。啊，英姐加七百，恭喜！恭喜英姐！好，来，马上第二把了，现在是建业庄家。好，开门。建业，出赛。一万。一万。好。三步。东。
你要打个东风，你笑什么？抓牌。我看一下，因为线我看不太清楚。对，要对准线。对，看不太清楚的线。红中。你真的在找线。对。东风。就真线。红中。他大声的啊！好好，红中。水。哎，赞。娃娃来。今天真的要让他吃药打针，真的，他真的白皮疯哦，在家里关太久，太久没出来，太久没出门，太久没看到女生。北风来到外面的社会，觉得好新鲜了。一条小鸟，白皮上家，好，你知道是我上家吗？知道啊，很饿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很好，不好意思。白皮哦。下水，振奋你一下，振奋你。醒来了，醒来。我们这不是综艺节目，发财哦，好好，认真认真。对，要有点小严肃，要有点小严肃。五条，小严肃表情是怎么样？你可以教我一下。你们两个真的是。小严肃的表情是。发财。哎呦，没关系，都打中。西风。A 碰。哎呦，来来，轻轻。一桶。水碰。哎呦。对你好吧。非常好，看不看东风三缺就把马国贤淘汰掉？不要啦，太早了，二比羞煞，不要啦，太早了。北风，那个黄建业一副老态龙钟，真的。九啊，你几岁啊？黄建业是你对面那个？哦，是你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鸟，英姐想说干我什么事？对啊，我也是。小鸟，哦，我的小鸟，好，不要不吃，摸。二条，吃一个。哎，我们两个有这么有默契吗？合这样。对啊，我是跟林丹合，不是跟你合，好不好？喜欢那个。二万，乱七八糟。你刚说。我要好吃一点的。好，我也要。给我点。下大雨。建议我也要。老大好。哎。我也要。加油，林丹加油。好。谢谢。七万。哎，那好好，没事。手痒，六万。洗澡哦，七条。西风，英杰加油。南风，加油放炮，你试试。东风，你也加油，我很饿，都快打完了还在饿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九饼碰，你说什么？他们两个好奇怪，你的笑点很低，好不好？赶快好不好？九条。风，好严肃哦！严肃，你还一直嘻哈？杠，缓一下气氛啊！有没有抢他的期望？赶快！他杠，给我一个。他都打一样的东西。喂，六条。严肃一点，六条。换我。没事。四栋。九万，来，我帮你。好，看来我要好吃的。好，二万。好吃吗？我要靠自己。对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加油。好，五万。中中。好，所以卡五万是一台。好，六百。好，再来各放一炮。所以呢，而且都是刚刚是扣的是六百分。是。来了第三把林丹，庄家。好痛什么啊？被冒炸了。他说好痛，对啊，好痛。被鞭炮炸到。十三，来了第三把了，林丹出赛。发。碰。
哦，哇，天哪！先来一发，先来一发，哎，哇塞！南风，你只剩这一发了，后面都没有了。该让人发了。东风，你可以让人家发。有，碰，中，碰，哎呀，哇塞，一万，怎么这么好玩？碰牌很正常的，刚开始碰牌是很正常的。你让我连三碰好不好？我就下，我就胡了。两条，吃。 发财，九条，白皮，九条。 二筒，哎呦，这样打，猜错，二筒，哎呦，哎呦，林丹，哎，哇，加油，哦，我怎么肚子好像饿起来了吧，饿饿，三饼，好，十一个，八条。 东风，四筒，哇，一筒，去郊游，这个牌可以合着吗？一直开着，你当初是不是在教积木吗？习惯，哎，习惯开的。OK， 七万，我看你打牌，我正常一巴掌给你下去。 我在那边拖什么？演什么？不是，你不累吗你？我怕下家吃啊。四筒，你不要打啊！怕被人家吃，你就不要来参加节目啊！不要，不要了，是又爱又恨，你知道吗？一巴掌，五筒，不是啊，你非听牌不可啊！只有四把牌，想什么？四筒，我怒了，林丹加油，好，好不好？三万。 他都林丹的什么加油？名字取错了，对，名字林丹加什么油？再怎么样也是林丹，你可以改叫一百分吗？改叫零打，几八分呢？可以几八分？八筒，碰啊！哎，好好，干嘛你要混一下？什么可惜？七筒，我哭你！真的假的？哇，漂亮！ 耶耶，好，更急躁，庄家，哦，单调，所以是三台八百分，哇，好厉害，他有钱啊，他一开始拿五百的波，他有钱，对，他有钱，未免第二次的封一姐5400，是，马国贤4900，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哦，林丹5200。 黄金5000，5000，其实这一把谁胡谁啊？那个人就淘汰了。哦，因为分数都差不多。谁胡到谁，他就淘汰。我们两个留下来。来，王先生开门。来，国贤跟那里这一局要赢耶。对对对，我希望我们两个赢。是是是，出赛，北风，北风，三缺一的最后一把哦，谁要离开就是这一把牌了。关键的一把，没错。南风。 碰，有，东风，快，不到谁都要走，谁都要走，好残忍啊！北风，你再努力为我一下。南风，我是觉得不是马国贤就是林丹了。他不会啊，我们不想分开。我现在第二名，你怎么他很想跟你分开吧？九筒，他们相差不到几百分呢。碰。 相差很七笔，七什么？没事，我要碰哦。中，大师可以打八笔，六筒。 喂我，好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
2万。真的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他说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要吃，我也要，赶快去啊！胃不舒服。我要。哦，北风，此风可长。8万。二桶。哟。哦，谢谢你。9条。碰。哎呦。哎呦。你喊碰可以快一点吗？很快。白皮白皮。碰。你可以快一点吗？五万。6条，坏。吃一下。4桶。5桶。我紧张，哎，很甜吧？碰一个。7条。谁要走？好紧张。7万。7万好深啊。该吃了吧？今天压力很大。吃。发财吃什么东西啊？该吃了。该吃了。懂了。拜托。紧张吗？8条。6条，好多，真的该吃了吧？1万，还在该吃，真的还不给啊？那你可以给我啊。好，9万，放下面，放下面，拜托，9万，裁判都卡死。嗯，红中。真的最后要吃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啊！国贤哥拜拜！来，还倒下来。是。然后你是二花自摸，对不对？对。二花自摸，好，所以是2台的3台，马国贤扣800，马国贤3台嘛。是。哦，他是二花自摸3台，是4100。那林丹呢？扣700，啊，所以呢是4500。嗯。啊。冯一杰呢是扣700，是4700，所以呢，马国贤淘汰。